欢迎回来大中华新闻的现场，我是秀文，咱来关心到社区的新闻。中华县的社区拢经受到中央部会肯定哦，无论是伫咧环保生态，或者是人文方面，拢有真好的绩效表现。为着要有更加多有心营造着优质环境的社区，迈当完成梦想，中华县政府向银建署来争取到台湾城乡风貌整体规划示范计划，让专业的社区规划师直接进到社区来协助居民改造社区的环境。社区的建设需要社区居民来维护，这是真多只有社区居民拢有的共识。事实上，伫咧产生这个共识进程是有一段真长的路要行。为着要协助彰化县的社区来营造出优质的生活环境，县政府是向营建署来争取经费，办理社区规划师的驻地计划。那社区在做的时候，通常有时候会欠缺一些，比如说专业性的方面的技术，或者是一些规划上面设计上的一些数据，他不知道怎么做，所以我们透过请这些专业规划师。那这些规划师基本上，我们这个案子来讲，目前是由长庚科技大学跟我们在地的大业大学来合作，那会邀请几位建筑师组成一个委员会。那这个一些老师们呢，会针对这些计划候选的计划，我们会到社区去辅导他们。县府相关处指出，社区规划师的计划第一步是先让民众知影有这项好康的，辅导师会直接到社区甲居民做伙讨论，做伙完成计划。七月底的时候再办一个研习会，把他们教。那再来就是他们提案，由他们提案这一块就变成他们主动了。那整个计划的发动是由我们这边来主动。那他们计划提上来之后，我们会经过刚刚讲这个委员会。会在8月24日来做一个评选，因为这项计划有经费上的限制，今年预计会伫8月底来遴选出22个社区。专业的社区规划师将会继续辅导这些社区执行社区改造的计划。大众新闻张世良、中华彩虹报道。新闻继续提供大家嘅文旦南嘅消息，彰化嘅老溪石岩，无论是质地或者是雕刻，拢相当嘅精美，嘛是国内外即艺术收藏家嘅最爱。即卖伫咧彰化县文化局，当咧展出着黄东庆老师嘅文人宴，每一件作品哦，做工拢相当嘅优劣，结合着书法甲篆刻，要来呈现无同款嘅燕雕艺术。透过镜头，咱做回来欣赏。无真华丽装饰，每一件作品看起来都是遐尼单纯，遮尼清气。这就是燕雕老师黄同庆的文人宴。创作的一个理念吼，最主要是要把中国所谓的诗书画印融入到这个砚台里面来，那形成所谓的文人宴啊，这个是我创作的最主要的一个理念。黄老师讲，伊雕刻的燕雕除了正面会当欣赏以外，佫会当结合着篆刻艺术，将木台底部当作创作的对象，然后利用拓印的方式来呈现文人宴的另外一面。你一方砚台一般观众他只会看到正面，背面到底是画啦，还是一些字啦，观众是看不到的，所以我必须要把后面的东西呢，用拓片的方式把它呈现来给观众看得到，这样子。这回黄老师将伊创作80多件无同造型的燕雕提出来，甲大家分享。每一件作品的做工拢相当的优劣精准，结合着书法甲篆刻，要来呈现着无同款的燕雕艺术。大众新闻张世良、中华彩虹报道。继续提醒大家，8月初10日溪湖果菜市场交易进行。今仔日总交易量是45公吨，总平均交易价销每公斤47.3元。咱来看详细交易行情。上价70，中价60，下价58元；各类菜上价40，中价33，下价24元；包心饼上价30，中价25，下价15元；菜头上价24，中价18，下价10元。花瓜上价55，中价48，下价27元；菜瓜上价80，中价55，下价28元；韭菜花上价66.7，中价65，下价60；葱啊上价109，中价166，下价102。提醒大家周末的天气，这个周末假日全台各地拢看会到日头，而且这个中昼温度是偏高哦。提醒大家，这外出爱记得做好防晒。中华地区明仔气温是29至33度，落雨几率是60%。这下晡尤其爱注意午后雷阵雨的发生。另外，咱来关心到中部其他地区的天气资料。
是今天八月七十礼拜五开播段中华新闻，感谢乡亲恁的收看，祝大家周末假期平安愉快顺心。我是吴秀文，咱明仔载新闻就播再会。